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，以亮夺之，今美髯公受任守荆州，不为不重，倘一入川，若荆州有失，罪莫大焉，为记明诏，帝孔明拜上。你瞧瞧，军师赞我是美髯公。冠明啊，把军师的信抄上50遍，让荆州的文武都看看。遵命。